11月14号，有网友发微博称，在新西兰的皇后镇偶遇韩庚，他正在当地拍摄《真三国无双》。韩庚穿着橙色衣服，一看就是焦点，而站在他旁边的应该是他的妈妈。网友见到他的时候，他正在陪伴妈妈购物。这一张应该是合照里裁剪出来的吧？旁边的网友不想出镜，就将自己裁掉了。而在此前，韩庚也公开了与妈妈的合照，告诉粉丝他在拍戏之余还陪伴妈妈观光，两母子一起去玩极限运动，果然很新潮。果然之前的那条微博是在11月14号发出，但网友遇到韩庚的时间应该是13号。当天有另外一名网友称，在新西兰偶遇韩庚和他的妈妈，看到韩庚回避他们的眼神，他们就上前用英语搭讪，没想到老韩直接说，都是中国人，说中文吧，随后大方合影，十分亲切。该网友对韩庚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印象。